青男子群聚超商外头，越走越近，突然间有人出拳朝其中一名黑衣男穷追猛打，其他人甚至拿长伞、塑胶椅当作斗殴武器，十几个人从骑楼下打到马路上，不止大乱斗，还有滋事分子当街开砸。嚣张爬上车顶，伴随嬉笑声，连续敲击破坏监视器。哎呦！11月2号夜间，彰化县中山路一段的超商外爆发多人群聚斗殴，辖区警方说当下无人报案。疑似在昨夜12点左右，多名男子对一名男子施暴，针对聚众斗殴伤害还有毁损的部分侦办。警方前往调查时，嫌犯早已人去楼空，无视其他人当街斗殴，有男子遭到殴打后疑似逃进附近汽车修配厂里面，没想到这一群人居然转为踩踏车顶砸毁镜头，行径嚣张。犯后一群滋事分子鸟兽散，警方现在要将涉案人士一带回厘清纠纷原因。三立新闻许淑伟彰化报道。